子，你能干专场。来的人确实是不少，人山人需要着重介绍这个人、啊、高峰。是我，好听啊这个名字。您客气了。勇攀高峰啊，哎，吉祥话嘛。相声说得好啊，哎，不怎么样，嘴里干净啊，表情丰富，嗯，传统的底子挺厚。您捧我好可是好啊。怎么样，忠言逆耳有两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您有话就说，影响小了，哎，这倒是实话，是吧？对，小范围知道高峰啊，嗯，你大范围知道就不认识，打不出去啊。不是彩虹您啊，啊，不是彩虹您，确实是，那是没好多人不认识您。实事求是，演员俩字儿，嗯，名利二字，有名有利，必须有名有利。对，你得挣钱呢，得有钱，是不是啊？这我得批评你。哎，我还接受批评，保守，这是实际。多少人给你做出样子来了？嗯，当红的腕儿们、明星们、笑星们，是干嘛不跟人学呀？应该学习，多少个好榜样学呀？您举个例子，你看看人家牛振华，牛振华，你看看人家傅彪，往远处说张国荣，做出样子来了，为什么不学呢？您您您，什么玩儿呗，是吧？您说这全死了，我没让你学他们那死，跟那学牺牲是吗？学能耐，人家怎么红的？学学啊！您说那个唱歌的影视，人家那个行业、啊，我们这是传统的行业，传统的也有值得学习的。您说一个，马志明，哎，马先生，你看你说话，我看你样啊，嗯、啊，像马志明，你想想，像马志明，你学学，少马爷多大能耐呀、啊？这应该学，人家给你做出样子来了，怎么做出的？那心脏搭桥，哎呦。对吗？少马爷，小脑萎缩，你小真的，是不是？我学小脑萎缩呀，你这慢慢找着镜头啊。没听说过，马派的小脑萎缩，你瞧瞧，这像话，是不是？小脑萎缩也分派，小啊，你这你不小，你能红吗？我除了小死，就是小得病了。不是，我愿意让你好啊。你小，你不能小这个，你得挣钱呢。应该挣钱，人家那大腕一场花，拿口袋往家背钱，有的是钱，知道吗？吃顿早点花6000，错，上趟厕所12000，这怎么花出去这一万？你舍得吗？啊、我是财，你舍得吗？嗯、这对吗？嗯，这买个大衣舍不得，买舍不得穿、啊，舍不得。对，啊，六大商场舍得吗？你更舍不得，你也就务虚园，嗯，大红门小地方啊，溜一天买一扣子，我也太舍不得呀、啊。回家晚上睡不着觉，半夜的起来还得退去啊！一扣子琢磨一宿啊，这辈子冤了！哎，实际情况，这辈子冤了。嗯，我希望你好啊。怎么办呢？说相声要说熬不出来啊，啊，趁早改行、哦。我还能改行？人挪活，树挪死。哎，有这句话啊？干什么不吃饭呢？我能干点哪儿不是活？就是哪儿不是发财啊？啊，对吗？这么些个榜样啊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人挪活，树挪死，记住这句话。嗯，唱歌去。我呀，一样啊，我唱歌去，没问题啊，我唱歌捯饬捯饬，我还捯饬捯饬。你别穿这个，这个不像唱歌啊，大褂不行。哎，也别戴眼镜，就这样。哎，就这样，脱了啊，换身衣裳，把头发吹着，吹起来。哦，活脱李宇春，我告诉你。别鼓掌了，就。那您等会啊，我是男的女的？李宇春男的女的？你分出来？还真是，您来这个看不出来，唱去，来唱歌谁听啊？这喊两嗓子听听，我喊两嗓子啊，来啊啊啊啊，是啊，唱吧唱吧，唱着谁听啊？有听有听就唱呗，是吧？有听就唱哦，没听的没听的坐着陪客聊天，我对吧？就是发展嘛，就这样发展啊，陪聊天。不白聊，还不白聊，聊天也给100块钱，知道吗？也给我钱，那带你出去单说啊，这单说，这不错，这单说啊，也得管饭吧？不管饭不去，那就是保证四菜一汤，好，尖椒土豆丝儿，西红柿炒鸡蛋，排黄瓜，猪肉炖条，米饭随便，知道吗？白吃，行，这唱唱去，这多好，这个，您这是三陪吧？这个啊，你在这带你了，这个啊，不不，你这啊不像话，这个咱不能干这个，跳舞跳舞去。啊，跳舞呵，跳舞一样挣钱。跳舞，杨丽萍那舞蹈多挣钱啊！哎，那是艺术家，对吗？千手观音，你也来啊！千手观音，好嘛，我偷钱包去啊！那小偷，我不懂这行
行业，就跳去。我也不懂啊，你跳去腿脚行吗？我能跳舞吗？你怎么了？没跳过？我没跳过，没瞧过，没学过这个。跳俩人的，俩人跳，俩人跳不完了，有帮着你的。哦，哎，有人让你陪着，你就陪着跳。哦，不跳，坐着跟客人聊天。又来了，对吧？聊天也给多少钱？还给我一百。叫你出去吃饭，啊，四菜一汤，四菜一汤，这叫菜啊，西红柿炒鸡蛋，拍黄瓜，就是炖粉条，米饭随便来，还是随便吃，都不一样嘛。这为你啊，为你着想。什么为我着想？怎么的？这不合法的行业呀，这是。你这热闹闹多火爆啊！不学跳舞，不学这个，啊，那没什么可干的了。那还有什么？再想想，找干点清静事儿。哎，清静的好，安安静静，踏踏实实，爱这个。哎，网络主管，哎，这是好，行吗？高科技的行业，屋子拾的干干净净的，对，坐这儿上网。哎啊，聊天这多好，弄一视频，对，跟人聊天。哎啊，啊，这没有包袱，这乐什么？好事好事好事，哎，好事，对，这应该的，这是，这好事，啊，哎，跟客人聊天嘛，是吧？对，就你说话都那么别扭，你不懂。您能教我有高科技的东西？是啊，口吐莲花，我教口吐莲花，教给你。这刚开始啊，啊啊，刚兴的，原来没有，原来还没有，没个新兴的。那您介绍介绍，这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啊，利用光电子等离技术，把视频红烧分解之后，医学上临床用于盲肠炎和眼睫毛炎的导剂之中。它的英语分解是它的分子结构化学应用，它的全称叫玩你玩你玩你。您这单词怎么拼呢？这英语嘛，玩你玩你玩你，怎么拼啊？英语 啊，单词玩你啊，玩就是左边一个王，右边一个圆啊。这不中国话吗？这就中外语借鉴中国话，好嘛？什么外语这？你听不懂，这高科技你听不懂啊？还听不懂？简单而说啊，怎么说？表现形式这个样子呗。介绍一下，一个人站好了啊，拿个一杯清水把它喝下去，喝下去，动这个无机有机两极太阴八卦，动这些东西，这说不清楚啊。这是吧？专业事儿，听不清楚啊。啊，把这从这儿掉出来哦。从你的口腔喷射出来，在半空中有这么一个大的圆盘，圆盘成莲花状。哦，莲花里边出了一个人，小分头穿西装往这一站，啊，要念一首唐诗。念唐诗，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高，嘉陵江水滚滚东流似。这好些个，好几段。这是唐诗吗？这个唐诗吗？啊，这不捷行车吗？这唐文瑞唱的。什么玩意儿？就啪，最后掉地下一滩水。这现如今啊，欧西各国最流行。是啊，哎，议会，国会议会开会之前必须先有这个，这是个形式。为什么呢？莲花嘛，出淤泥而不染，代表整个这个政府部门干净。没有亏心的地儿，我象征这个。你们找这些缺也太少了。是啊，就吐这一次啊，啊，$40,000，吐一回$40,000呢。这欧西各国得需要多少个吐的？哎，谁学会这个吐去吧？这是个办法，吐遍天下无敌手，知道吗？这我得瞧瞧，知道吗？吐一回甭$40,000，$4就行。这时间长了，我也大发了，发财了。啊，我跟您学这个，谁学啊？我呀。你真学啊？当然了，这个东西是很科学的啊，很科学才学呢。是随便来的，对，心要诚啊，还能学这个啊？这心诚则灵是科学吗？对了啊，还得需要点乐器，还有乐器。你出来带着钢琴了吗？我出门带一钢琴呢，有没有？没带着钢琴，没有个乐器啊？那没有钢琴怎么办呢？简简单单的吧。什么打击乐有没有啊？什么打击乐？铜锣。说相声也没有锣呀？您不带铜锣呀？带那干什么用？要了亲命，您不像干的这个。您找个代替品可以吗？那就是你了。哎，去。我代替那锣呀，挺好，你就来这锣吧。我是锣啊，这个成样成样，作笔成样。哦，是为了你啊，好不好？那可以。好比说这脑袋大圆脸啊，啊，这就是锣，这是那锣。哎，哦，这脑袋这儿就是锣旗儿，锣旗儿，嘴这儿呢就是锣门，锣，好不好？还有暗臭呢啊，这边有没有斧子？我找把斧子去。要斧子，斧子，带一下这不开了吗？这代替锣锤啊？不不不，不像失色的啊，没有拿斧子开的啊。啊，好家伙，得有个锣锤啊，得有锣锤打呀。这怎么样？这小啊，哎呀，不小了，这不过瘾呢，啊，这个。你过瘾，我那钱挣不来了啊！直接来这个，哎，这就好比说这就是螺石，可以吧？拿这个打你脑袋啊！哎，得试试看响不响。让咱俩那学呢，表现一下啊！开始，哎，开始啊！这个螺是从弱智那克隆过来的，出声啊！这不有声，啪
你没听见？这么小神仙听得见吗？那怎么办？给你请神仙啊！神仙都来了，好教你这套，明白了吗？那没有声音怎么办？你那嘴是干嘛使的？拿嘴学呀，学汤汤，不就是出声了吗？汤汤，呵，学这锣行不行？没问题，真能行。您教我了，发财在眼前了，来来开始，哎，汤汤。慢了一点儿，傻锣这不出事了吗？出事完了，锤到锣鸣啊！好，这一下来，你跟他一块儿趟他才行了。好，得快点啊！再来就快点哎！啊，能还没打呢，还没打就响了。你不说快点吗？快，这锤到了再响啊！同步行不行？明白了，来吧，开始。哎，趟趟，行，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？这就开始啊！哎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趟趟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趟趟，三二三，四二三。汤汤五二三六二三，等会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您就这一句来回叨叨，我先试试，我利索不利索？好嘛，您不用试，您够利索的，这就开始了。哎、好嘞，开始吧。一二三，二二三，汤汤，我这儿敲锣，你那儿翻，汤汤，有一个花果高山水帘洞，汤汤，齐天大圣美名传，汤汤，打开了罐，汤汤，还开了箱，汤汤，拿一个加点你再上，汤汤。该多热闹，这个废话，咱先试试锣看行不行。好嘛，这还在试锣，没问题。你具备学这个啊？没问题啊。你给我来杯水吧。好、哦，对对对，得有水，来杯水。哎，这个货就得这么治啊。哎哎，矿泉行，来这个。你确定是矿泉水啊？哎，没错，您得这个，对你们都不老放心的。哎，没问题。我待会儿请神啊，把神请来之后，一口气把这水喝下去啊。你要辅助一下，我还得辅助。前腿弓，后腿绷，抱拳拱手，喊我的名字，喊您的名字，认识我吗？您贵姓？我不认识我，不认识。我姓马，我这哪有这姓啊？满洲人呢，我是满族。哦，满族。哎，满族星条旗啊，星条旗。有这旗吗？满族星条旗吗？啊，这姓拔，姓拔，怎么称呼呢？单字拔河的拔，哦、拔，哎，哦，您叫拔拔，这名字好听，这名字不错，这名字听着嫩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喊的时候要媚一点，听见了吗？哎，媚一点，哎，我这一完事喝完水了啊，做好了姿势，你前腿弓，后腿扔，抱拳拱手，拔拔，你倒喷呐、啊！这就这一句词是我的，就这一句是你的，没问题，噗就喷出来了，就能看见了、啊，没有问题啊！哎，我使点劲儿，我为了嗡怎么啊？好家伙，怎么着？您商量点事儿，什么事儿啊？您这个，您变您的啊，这个我来，你行吗？我自己来，真的假的？当然了，来我试试，你来，哎，自己来，你试试我听听，还试试？来试试，汤汤，好，打开了棍儿，他又来了。试完锣了吗？我爱看这，我爱看这，我不爱来这。我这回想试试锣锤，你知道吗？不不，好嘛，两样分着试、啊。这就开始了，来吧啊！好，准备开始啊！开始，一请天地震，堂堂；二请鬼和神，堂堂；三请毛老道，堂堂；四请太乙真人，堂堂；五请周笔畅，堂堂；六请林玉春，堂堂。这超女怎么又来了？这？打人不行，这个废话，你怎么动手哪行去啊？这是神仙吗？这怎么不是神仙？你想啊，林春他、啊、那么些人比赛，就他拿头一名，那还了得吗？这多大仙气儿，这个这就算神仙了。你琢磨琢磨，那模样能得奖？你想去吧啊！我都后悔我没去，我告诉你吧。哦，人也不要您是吧？来来来来来。行，天地震，我打头来呀、啊！这是热闹，这个啊，啊，就这么热闹。啊、这五请周笔畅，这好好堂堂；六请李宇春，堂堂；早请早到，堂堂；晚请晚到，堂堂；如若不到，堂堂；铜锣相叫，堂堂；请神接仙，堂堂；八抬大轿，堂堂；净水泼街，堂堂；黄土垫道，堂堂；腊月二三，堂堂；堂官祭灶，堂堂；姑娘要花，堂堂；小子要炮，堂堂；副标去世，堂堂；表示哀悼，堂堂；高秀敏猝死，堂堂；怎么死我不知道，堂堂；拉登在哪儿，堂堂；我也
方糖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方糖，你问我不知道。方糖，你问也不知道。方，你打我也不知道。你打死我也不知道。方糖，有完没完了？这停了，你这个啊，废话，这都没有，这就接着这就开始了。不知道就别说了，不能乱，知道吗？哎，接着是不知道。方糖，天儿也不藏。方糖，人也不少。方糖，鸡也不叫。方糖，狗也不挠。方糖，听段相声。方糖，解除烦恼。方糖，要问哪儿听。方糖，天桥最好。方糖，说的不错。方糖，给的不少。方糖，天儿也不挠。方糖，人也不挠。方糖，抬头观看。方糖，众神来到。方糖，众神来到。你倒是喷呐！谢谢吧啊！哎，受累了啊！好吧，添麻烦了啊！哦，好，知道了。嗯。啊，喜欢于老师是吧？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挺热闹哈、啊！刚才是高峰老师带着几个孩子们这儿圆谎，对，改良的八马褂，是好坏搁一边图个热闹。嗯，下去休息一会儿去。嗯，换我们老哥俩了。是，大伙儿这么捧，无以为报。嗯，啊，满台的鲜花。是，你看，躺下吧，于老师。嗯啊，我就要死在这儿，要不都对不起这些个花啊！真漂亮，无以为报。对，老这么捧，这玩意儿说良心话啊，嗯，总觉得对不起你们各位，欠大伙儿的啊。好好说相声嘛，是不是？嗯、虽然说今年是世界末日啊、嗯，谁说的？赶在世界末日之前多说相声，嗯，别对不起大伙儿。哎，也不是谁说的啊，啊，说2012世界末日，这都传的吗？传好几年了。今年年初的时候，高峰就问我，是我们这后台有几个。好嘀咕的主哦，高峰老师是这方面的负责人啊、哦，管这个。哎呀，高峰、嗯、罗云平、李云杰、李鹤彪，嚯、哦，这四个人心眼儿都窄，都想着。但是负责人是高峰老师，他最窄。我印象特别清，就是今年元旦那天，嗯，1月1号一块儿吃个饭，嗯，问我师哥，他们都说2012世界末日是吗？嗯，我说嗨，兄弟，踏踏实实的，嗯，甭信这个。对，不是。反都那么说，真与假无所谓，有没有这么一说法？嗯，我说倒是有人这么传啊，他说过啊，具体日子都有。嗯，哪天呢？嗯，我说干嘛你不活着？不是，你给我写上点吧。哦，他嘀咕啊。是啊，给他写吧。都说12月21号是吧？啊，也不是谁传的，我就拿个纸给他写。嗯，12.21。对，给他了。嗯啊，好，打那儿起，天天没别的事儿了，就想这个吃喝玩乐。哎啊。把家里钱都取出来了，哦，房也卖了，嚯、哦，给媳妇儿捯饬，嗯，买各式各样的服装，两口子好这通造，哎呦，啊，完事问我、嗯、这个、那日子准吗？嗯，我说是，反都这么说呗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他我也盼着呢，啊，这个1月22号1点是吧？嗯，什么呀这是？我说你再看看那纸，你写的吗？一二二二，嗯，啊，我说12月坏了。他看成1月份了，哎，对，延长了。所以这些日子，高老师满处借钱过日子，哎，对，该花都花了，钱差不多了。嗯，当然了，2012年注定是一个挺热闹的年。是，这一年，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，啊，网上还是网下，哦，床上还是床下，啊，啊，挺热闹。嗯，今年好多人都很忙。嗯，比如说，杜甫今年很忙。啊，对了，也不谁啊，给人杜大爷画的，啊。骑摩托车的，什么事儿都干，穿西装的啊。杜甫很忙啊、嗯，元芳也很忙。哎，现在正火的时候。谁问元芳这事儿你怎么看？哎、元芳啊，中国人忙，外国人也忙。外国人忙什么？韩国那骑马那胖子是吧？啊，对。欧巴刚男 style 啊。啊来不了这个、嗯，别着急，待会儿等完事儿，于老师唱，我跳一回来。哎、我呀、啊。啊，中国人忙，外国人也忙。哦，啊，这个今年皮鞋也很忙。皮鞋又做胶囊，又做果冻啊，挺不容易。嗯，椅子也很忙。椅子怎么回事啊？椅子转过来听听有没有唱歌的啊？哈哈，啊，做官的也很忙。他们忙什么？忙着捂着皮带挡着那手 啊。对，都一个姿势出来，都这样待着啊。说相声也很忙。怎么呢？
主流相声界忙着参加比赛啊，大赛，非主流的忙着出国演出，忙着好，对，忙就比闲着强，是。但是话说回来，我们的水平有限，嗯，啊，有人说哟，你们说的不错，列位，朱砂没有红土为贵，哦，连我们两个人都是小学生，是，踏踏实实好好的学艺，嗯，承蒙各位不弃，嗯，啊，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，站在三尺书台上有个表现的机会，给大伙儿演出。孩子们后台也聊天，嗯，说我们什么时候能熬出来，嗯，告诉你们四个字儿，说愚公移山。哦，这四个字，哎，愚公移山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故事。对呀，大伙儿都知道。嗯，当年有一大爷，嗯，啊，大爷，为什么叫愚公呢？嗯，不是名字，这是说的这个人呐，啊，嗯，所谓的很愚笨，哦，不聪明，是笨，管这叫愚公，嗯。家门口两座大山，哦，一座是王屋，一座是太行山，两座山。老头说了，嗯，一定要把两座山移开了，哦，挪走，这样第一交通便利，是。第二，嗯 ，WiFi 信号会好一些。对，嗨，挡着信号了似的。哪个年头又没有拖拉机，又没有大挠啊？单凭家里铁锹就铲，什么时候能挪开了？是，村里人都笑话他。嗯，说你这样做这无用功，这没用。愚公说了几句惊天地的话。他说的是啊，我干不成，我死来我儿子。哦，儿子还有孙子。嗯，我们家孩子很多，是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。您瞧瞧，就这几句话，嗯，感动了老天爷。是啊，老天爷说这人太了不起了啊啊。他死了有儿子，嗯，儿子死了有孙子，对，他们家孩子很多，嗯，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，哎，于是老天爷派了很多的神仙，嗯，到他们家来，嗯，帮他生孩子。哦，谁说的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您这，好多人想当神仙都是这个原因。哎，对了，神仙太缺德了，这个啊，助人为乐嘛，这叫什么助人为乐？所以说这个愚公移山是句老话，啊，你看那个兴奋的都不行了，这，好，神仙来了哟！哎呀哈，先听相声回再生啊。啊，有的孩子说我说相声不是别的，嗯，是为了让大伙儿开心。对呀，啊，也有的孩子说了，嗯，我是为了挣钱。哦，啊，有的孩子说我是为了出名。嚯，好像乍一听这个话，嗯，境界不是很高，是这样。但是实话实说，嗯，也没有什么错误。哦，对吗？人活着无非是这点事儿，嗯，啊，名利二字。是，啊，如果在自己的本职工作内完成得很好，嗯，还能给别人带来快乐，我觉得就不错。哦，是不是？挣点钱有什么不对呢？嗯，人人都有钱了。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就富强了，水平就提高了，哎，愿意多挣钱，没错。哦，不像于老师似的，这不挺好吗？我怎么了？你看看于老师在这行里边大伙都了解啊，啊，有一个60亩地的宠物乐园，嗨，全家的亲戚都在那里边跑啊，都改宠物了是吧？不是啊，啊，得跟着忙活呀，都得干事儿啊。哟，那些个小马啊，分公的分母的，一圈一圈的。是啊，得有人喂啊，得有人伺候着，这得有。家里人跟着一块儿跟着忙活干活，不容易，嗯，挣钱了。您这是，嗨，挣。实话实说啊，嗯，挣钱没错。哦，我想我十几岁那会儿，我自己还想过了。想什么？我说我有一天要是当了皇上啊，我天天在被窝里边做柿子吃。哎呵，这点出息吧。后来人说这个愿望容易实现，啊，就是啊，费不了这么大劲，就是那会儿年轻，嗯，后来岁数大了，嗯，也越来越知道了，哟，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目标。但是说句良心话，挣钱哪那么容易的呀？这很难啊，前因双葛，丧尽古今人品，哦，穷之一血，埋没多少英雄。真倒是，这个钱能把人逼死，哦，啊，你没钱的时候，有的时候真是埋怨自己，埋怨什么？为什么不走运？埋怨运到，可是有的时候，在那会儿，钱到了你手里都不是钱，是这样吗？这一说我，你大伙儿都了解我啊。郭德纲现在所谓的就是生活的还凑合吧。嗯，倒退些年咱们可穷过啊，没钱那是，瞧谁都像烙饼。哎，嚯，啊，要吃人！我看着您跟丝糕似的。哎，这好嘛？啊，哎呀，真是没辙没辙的。嗯，你还别说，也发过邪财。哦，也来过钱。我忘了哪年，是2001呀，是2000年，我忘了。嗯，冬天在广德楼演出。哦，是啊，你想广德楼那个剧场，冬天室外比如说要是4-5度啊，剧场里边就得-14-15度，比外边还凉。比外边凉啊！哎呦，啊，阴冷阴冷的。是啊，
也没什么人，十个八个。嗯。演完了散了之后，也没有说出门开车走，没车、啊，都溜达着。嗯。夜里十二点，大石栏就没人了。嗯。打那儿走出来，顺着粮食店街往外溜达，走胡同里边。哎呀，一边走一边想，嗯，什么时候能熬出来、啊？这发愁是不是啊？你有个车，有点钱，有个固定的收入就行了。对，或者说家里有块金子，哦，金条啊，我趁点什么有点祖产，嗯，也行，卖一下啊，就痴心妄想。嗯，那天我还真是得着宝贝了。怎么回事、啊？就这么走着走着，就是粮食店街拐个弯去，嗯，地上有一块翡翠，翡翠这可值钱，就这么大吧，这么大。嚯、哦，翡翠，好家伙！搁在手里都傻了啊！捡起来，嗯，这个玉这个东西搁在手里，它冰凉冰凉的。那是凉啊！天，是谁掉的啊？这块叫佛光翠，啊，这不懂。佛光翠当件是白的，两边是绿的。好家伙！立起来看看，也没个手电棒啊，借着路光瞧瞧，嗯，真不赖。好，就这么干净啊，很难得。嗯嗯，太好了啊！我这就发财了，那有钱了，有这么一块翠我就行了。啊，那是。到家一看，嗯。冻白菜帮子，哎嗨，两边那印儿还没去干净。佛光翠，哎，就别提佛光翠了。我后来想想，谁给我说的这佛光翠啊？就是我自个儿起的名字。嗨、哎，压根儿没这么一东西。你这玩意儿就穷了都不行了。哦，啊，那也是痴心妄想了。对，想瞎了心了。那会儿要是像你们家这么有钱。说实在的 ，K 下这么一点儿来，我就富贵荣华了。至于不至于？这个都知道吧？嗯，中国相声界最有钱的人。别提钱啊！哪儿啊？乐了，又乐了。干嘛？干嘛？没有钱，您能有这么些个嗜好吗？我怎么嗜好？耶！哎，行了。你这点爱好观众都知道，你普及整个中国说相声的除了你，你说还有谁、啊、再提一个相声演员张三有什么爱好，没人知道，都没有，唯独说你抽烟喝酒烫头啊，包括之后咱们澳洲演出，什么叫加拿大，哪儿一说，只要一说这个大伙儿都说啊，都知道，影响力太大了、啊、这您宣传的啊，这三样嗯都是拿钱砸出来的，这又是用什么钱呢，抽烟啊，抽烟天天抽、啊，不是说一辈子三根，那不叫事儿，那叫抽烟吗，那个找谁都能要三根是吧，那是啊，人家这没有啊，一天一条烟，我要死是怎么着，我这到后台还发圈呢啊，得给人挨个给，那知道吗，嗯，抽烟喝酒也是啊，能喝红的白的啊，啤的黄酒全喝啊，没有不喝的酒，是，哎，几样酒一样来一杯，一样来一杯，混着喝，爱喝花钱吗，啊，这倒是贵，包括这烫头，列位，你要让我烫回头难了，那是得等着涨啊，那做不了，烫头的想挣我的钱是比登天还难，哎，对，哎，挣不着啊，您这见天的烫啊，见天烫头，这就是有钱人，哦，消遣，拿烫头当消遣啊，可是话说回来，当年家里也经过没钱的时候，谁都穷过，他父亲亲口说过，老爷子那会儿没钱啊，啊，他爸爸走到街上捡块翡翠。佛光翠，行了行了，他爸爸打广德楼出来，这您别说了，嗯，您这叫占便宜，知道吗？捡一翡翠有什么占便宜的？您这佛光翠，这白菜帮子。哦，哎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儿？哎，废话。哦，你听你爸爸说的。哎、你爸爸的嘴真不好。哎，您得占便宜啊，就说这个意思。他，你爸爸那会儿没钱是真的吧？那倒是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嗯、你记住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多新鲜呢，你不要认为我是你的父亲，因为要那样的话我又小一辈儿，哎，这没听错过，您这叫什么话，知道吗、嗯、你父亲，你父亲我得叫大爷，是，那是，哎，那个老头现如今是了不起了啊、嗯、当初也不行，那是他爸爸是能说，我有日子没这么正经的提他父亲了，目前还算正经啊，因为说良心话呀，嗯，在中国相声界应该先感谢于老爷子，怎么呢，给我们提供了无计其数的素材、哎、对，我有的时候我自己都纳闷、嗯、你说他们家怎么这么些个事儿呢，谁多事儿，就是您说的这事儿，就没有这事儿我能说得出来吗，哎，对，当然我是还能编是吧，对对，可是我能编出这么些个来吗，哎，能能啊，我一猜就是您编的，不是
不能望风扑影啊，有的就是有，没有的咱们得设计。哎嗨，我全是这些年净设计了 啊。但是你父亲当初没钱，这是真的。啊、那倒是，这都不用我给他编没有。啊，那是对不对？嗯，老头那会儿也没钱。老头说过，我们年轻那玩啊，正是大小伙子，连正经饭都吃不饱。可不是吗？是真的不是？这倒是。现如今说实在，孩子们。吃馒头吃米饭不爱吃，嗯，当年有这个吗？好，有吃的就不错。就是你看我一说你父亲不乐意了，你看啊，这嗨啊，说这事儿，老头年轻那玩意儿，我问了二十来岁年轻，有的时候这顿饭怎么办呢？嗯，凑合喝点汤吧，就喝汤，喝点汤。嗯，当然了，说纯喝水也受不了啊，反正就家里有什么煮点什么吧，那就杂烩，是不是？嗯，弄个锅，弄个汤，嗯，搁点什么猪腰子，哇、哦，羊肠子。嗯，驴胜，驴呵，羊宝，嗯，鸡屁股，啊、这锅汤不错呀，这锅。其实这都是人家卖肉的扔的那个，都是肉头，没人要。嗯、老头熬着这个喝，自个儿还解馋呢。啊，哎，这就是不饿呀，不饿拿这个当药材喝吧。啊，当喝药似的。这个就专治嘴里没味儿啊。哎，对，那是。喝完就有味儿了，好家伙，喝完你这多骚气了。哎，对，你爸爸喝完之后自个儿在屋里都待不得，自己熏自己玩啊，喝完了擦擦嘴，嗯，我去把我扔了。哎呀嗨，趁早出去溜达溜达吧，就是出去溜个弯去啊，找那个开阔的地方啊，河边呗啊，那儿没人，河边吧，那会儿住北京啊，溜达来溜去，走到潮白河附近，嚯、哦、啊，就溜达呗，是吧？嗯，吃完了也糖时候，嗯，这玩意儿它热呀。那是啊，你琢磨这几样东西吃完了，慢说人大象都受不了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是吧？爸爸吃完了，嗯，出去遛弯去了，嗯，顺着潮白河，哦，一边走一边念诗，念啊，嗯，啊，啊，好，再来一首啊。您等会儿吧，啊，这过乌鸦呢，是怎么？两首乌鸦诗，哎呀。乌鸦是走着走着，你爸爸觉得肚子拧得很，那吃错了啊！哎，那是疼的 啊！想怎么回事啊？什么乱七八糟？老嚷什么呀？不用说话，全在表情上了。哎，这就都能明白。看看，没人。嗯，下边也没人。嗯，嗯，人有三急啊、哦，谁都保不齐有这个时候。这不是跟谁说呢？我这会儿肚子不舒服，哦，我准备裤衩一下。哎嗨，列位啊，过往神灵，嚯，给我一个机会啊！我不知道哪一位在这过，嗯，躲我远点。哎这嗨，别等神一身啊，崩脸上也不好看。哎呦，有人没有？没人，有吗？没有没有，有人没有？别问了就。都脱完了还问什么呀，万一有人就提上你早别脱好不好啊，有人没有？没有没有啊，滚、啊、哎嗨，还是不憋得慌。好，谢谢各位给我一机会啊，有都弄出来了。哎嚯，太爱说了您，这蹲那儿吧。嗯、啊、原地蹲着了。嗯、啊、哟，忘带纸了，净干这事儿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嗯，哎，怎么了？潮白河的边上啊，嗯，老话说得好，啊，放着河水不洗腚，什么话这是？那叫什么？放着河水不洗船？哎，好，不洗船，嗯，一样啊，是吧？蹲着往河边挪，欧巴刚那死掉。您看，说跳就跳不是？一步一步挪啊。来不了了，因为身上有屎，全蹭身上了。哎，就挪了有40分钟吧。哎呀，好家伙！啊，挪到河边这儿来了、嗯、啊，累坏了。嗯、洗吧、嗯，啊，洗吧，洗不能就愣洗。那怎么洗？得拿手洗。多新鲜啊！是吧？哇，抹一把搁水里边。这是洗手来了，这是。擦一把。哎，反正就干干净净吧，哪儿那么些个、哎、反正是自个儿纳闷儿、嗯、太恶心。不，他这闻有没有啊？嗯，再洗一洗。闻闻涮涮，闻闻涮涮啊，一来钟头、嗯、
站起来提上裤子，没事儿，奔市场买猪腰子去，还吃呢，晚饭还有呢。好家伙，简短截说，到了家，嗯，这得下午五点来钟了，晚了，天都黑了，嗯，跟屋坐着呢，嗯，啪啪啪砸门，哦，来人了，谁呀？一开门，门口站十个人，都谁呀？小分头，墨镜，黑西装，白衬衣，黑领带，哎呦，坐站着啊，啊，你好，嗯，你爸爸都傻了，没见过这阵势，啊，去，怎么着？嗯，先生，贵姓呐？你爸爸愣了。我是于谦的父亲啊，这是提我干嘛？我叫王富贵啊，没听说过。要不就别提我，提我就得姓于。老子聪明啊啊，就怕有什么事连累了自己。不说真话。哎，你们找我干嘛？嗯，好，我们可以进来讲吗？哦，进屋。听口音像是南方人，不是本地。进来吧，呼噜呼噜全进来了啊！门一关，把枪都掏出来了。哎呦，你爸爸站着不害怕？那是。苦叉苦叉苦叉苦，哎，这个，甭上河边了，这个。为首的这个，嗯，先生不要害怕啦，啊，能不害怕吗？把枪搁桌子上，嗯，给你1000万可以吗？早说呀！你爸爸都愣了，啊，凭什么呀？对呀，凭什么给1000万呢？这有阴谋啊！就别，咱别闹啊！啊，因为什么呀？是，你今天有没有到那个曹白河去了？啊，去了，嗯。你是不是蹲到河边了？嗯，他瞧见了。你爸爸脸有点红啊。那是。嗯。你那个手在水里哦，这样子，哦，这样子，哦，全瞧见了。啊，你爸爸是啊。啊。怎么着吧？对了。打死我。是啊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先生啊，这个1000万就是给你这个，因为这个给你的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你爸别纳闷啊，什么使着这么些钱呢？对呀。啊。我们是从澳门来的，哦，澳门黑社会啦，啊，怎么意思？红星社啦，哦，牛栏山分社啦，什么乱七八糟？啊，喝酒来了。我是老大，啊，我叫山鸡，哦，这是兔脯、菜蟒、银鱼，这好嘛？红丸子、白丸子、溜丸子、炸丸子，好，菜单子来了啊！你既然发现了，我们就不跟你讲别的了。你说实事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在水里面有几艘船？嗯，你爸爸一想，有。有潮白河上飘着几艘船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嗯啊，既然你发现了就告诉你吧，说我们是走私沉香木的。这是沉香木绑在船底下。嗯，你发现了我们的沉香木对不对？嗯，否则话你怎么会闻呢？啊，所以说为了封口给你1000万啦。好家伙，这不横财吗？怎么发财都有。嗯，你爸爸一抛石卖了1000万。你瞧瞧，早知道多去啊，人家没这么些木头。哎，对，他可有这么些屎。打这起。哎，你爸爸叫史爱东。这没说。发财了呗。啊，就有钱了。老于家起根儿是因为这个。啊，发的屎。到今天你们吃饭，嗯，你们每一口饭都是跟这个关系。没听说过。跟这有什么关系？好，没有这些钱你爸爸能了这样现如今。这就行了。啊，北京城大四合院。嚯，半斤的。半斤的。开始是半斤啊，后来又多半斤，那就是一斤啊，一点一点的，现在40多斤。嚯，嘿，就是荣县胡同那儿。哦，这正门在荣县胡同。哦，后门在张家口。嗯，太大了这院子。好，他爸爸了得吗？啊，北京城第一个私人有汽车的就是他父亲。啊，真有钱。哎，小汽车嘟来了。哦，哎，到门口一停，是呼噜呼噜出了一帮人伺候你父亲。哦，有钱了就不一样了。是，现在也不用一个人上潮白河溜达去了。那是，当初是那样，现如今了不得了。有钱，别拉嘴这劲头。嗯啊，养花有花匠。哦，养鱼有鱼匠。嘿，啊，养鸟鸟把式，都是把式啊。家里边厨子好几个，做饭啊，管家好几个。哦啊，哎呦，管家跟门口等着啊，老爷还没回来，出去了。这天真热啊。嗯，好家伙，三伏啊，热天那也得等着。那是，这扣都得系着。有汗都不能擦，规规矩。又车来了，快快快！六月三伏的跟人站着，接人，咵，车到了。嗯，这一拉门，你父亲下来了。嗯，你瞧这姿势，嗯，还是奔河边溜达那意思。嗯，几个人都立正。嗯，老爷好。哦，连看都不看啊。啊，你爸爸有钱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。那进屋，嗯，这叫有钱人这个，这都跟进来。一进屋，你爸爸这是戴着个海龙的帽子，
夏天戴海龙的帽子。有钱呐，有钱不能这么折腾。有钱，海龙啊，列位，海龙啊，海里的一种动物，是比水獭的厉害的多。这珍贵，反正一顶海龙帽，现如今三四十万，得啊！您到那儿去说，上哪个帽子店买这个？单有一柜台放着一顶帽子，哦，不让看，不让看，也非得卖，要掏着钱扔在这儿，先看你带没带这些钱，你瞧瞧，才能瞧呢。嗯，啊，到屋里边站好，老头摘海龙的帽子。这戴的圈太紧了，这个口紧，摘下来给人家，哗，汗就下来。哎呀，汗都存帽子里了，合着。哎呀，水獭的大衣呀、啊！我说那么些汗吗？就这一解扣，往后扔。哎呦，哎呦，扔后边单有一半柜子啊，就等接这个。啊、嗯，多大规矩啊！接这个走，老头这一丝不挂。哎，光着了。就戴一海龙的帽子，穿一水獭大衣，凉凉快快的，这就哎，坐在这儿啊，拿过蒲扇来，扇扇子，扇扇子，嗯，旁边单有一伙计，递过一大半缸子，你瞧递这玩意儿，酸梅汤，嗯，大端在手里，冰凉啊，解暑，酸梅汤，嗯，这儿写着勤俭，嗨，什么年头？蹲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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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蹲，嗯，哎，放这儿，搁在这儿，嗯，擦擦嘴。看旁边这管家这儿站着，还站着，等老爷吩咐。哦，老爷擦嘴。大太太和花匠找回来了吗？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就这么一句话，可就露了馅儿。大太太和花匠跑了，就是送他上妙峰山求子去，据说成功了，但是人没回来。哎，那就是他成功了啊。大太太和花匠找回来了吗？管家毕恭毕敬说：“还没有。”哎呀，已经派厨子去了。哦，厨子走了当天，二太太就没了。这去了。咱们啊，人家说德国人呐、啊、不爱开玩笑。哦啊，中国人是特别好开玩笑，幽默。而且你说这么老远上这儿上学来，上这儿工作来。嗯啊，来了帮国内说相声的，大伙来看一看，听一听，嗯，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。哎，对，今天只要大伙坐得住啊、哦，我待会儿给你们说点那个电视台不让播的节目。您还有这个段子？其实哪段都不让播。哎，嗨。但节目好与坏不能用能不能播出来做标准。那对，观众喜欢这是硬道理。对啊，当然了，你让所有人都喜欢咱，嗯，不可能，不能够。你今天这么多人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哦，整个德国据说有中国人才150,000，哦，分布在不同的村庄，嗯、啊，村庄是吧？我住那地儿，他们叫杜村啊。啊，离着还挺近的 啊，这个各个村啊，大伙儿今天能聚集这么多中国人在这儿，这是不容易的事情，是这儿，是不是？啊，村长来了哈、啊，好吧，今天是一个高高兴兴的晚上，嗯，让大伙儿开心。对，人是就一中国人的老话啊啊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哦，说您也不喜欢我们，您也不爱看您做的事儿，那不就受罪？对，是不是？何况您各位今天花了这么多钱啊啊，买票。当然了，这个为什么说观众是衣食父母就在这儿啊？值得您的每张票钱吃饭、嗯，得对得起您，这叫义德。没错，当然了，您花钱了，您这晚上快乐了、嗯，高兴是用钱买不到的，这也是值啊！你花了800，花了1000多万，花多少钱吧？啊，挺开心，就值。哦，啊，你这花800，你在家看这800，你乐不出来。在家怎么乐、啊、你在家吃完饭你掏出800块钱坐那儿你乐啊，看着钱乐，这乐出来啊，乐出来，你那个病800治不好，那不是神经病了吗？就是嘛，所以说啊，快乐是最重要的。对对，当然今天晚上也有人没有来。哦，没来的啊，后果自负。哇，这有什么后果呀、啊、后果很严重。什么后果？省不少钱。嗨、
就是省钱这么个厚道。跟自己人才能说这种自己人的话，这是玩笑，是不是？世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能为所有人都喜欢，啊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做不到，那个不科学。哦，举一个例子啊，你在家看电视，嗯，打开电视，有主持人，有影视剧演员，有说相声，不管什么人，嗯，某一个演员你不认识他，哦，你也不知道他是谁，你更不了解他的背后，嗯，但是打开电视你就恨他。就不喜欢他，这在心理学上叫刻板偏见。哦，有专业名词。你也不知这人是不是杀人放火了啊？头一回见你就恨得都不行，我就腻歪他啊！允许啊，这也应该刻板偏见，很正常。啊，打个电视，又郭德纲做节目，哎呦真好。其实不是我做好，哦，只是您喜欢，嗯，您能接受。人家有人打个电视一看郭德纲真讨厌，不喜欢，换台。啊，那就不看了呗。哟，啊，郭德纲相声专场，哦，专场换台，还不看？江苏卫视非常了得。还是您换台，快了。郭德纲演的电视剧，啊，换台，电视让你包了是怎么着？这个全是你和尚。哎，你喜欢您就看，不喜欢您就不看啊！是，当然也有人很偏激。怎么叫偏激？我不喜欢看郭德纲，谁不许看啊？全都不让看。家里亲戚谁看你跟谁急？嚯！是一进门，他爸爸坐那儿看电视啊，非常了得。你的节目，呵，气的过去给他爸爸打。哎呦嚯！打上了，摁那儿就打。至于吗？他妈过来得劝啊，别打了啊！你爸爸是为了看柳岩啊。比看你楼子还大呢，这个。我说这个事儿啊啊，喜欢您就多看，嗯，不喜欢犯不着跟自个儿生气，这是实话啊。作为艺人来说，难就难在这儿啊。正所谓众口难调，对，只能尽全力好好的演。哎，人生一世，说难听话，活一百岁的没几个人哦。尽量的既对得起自己，又对得起别人就可以了。哦，前半夜想想自己，后半夜想想别人。嗯，五更天明亮，心头想的事就是你的良心所。哦，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想啊，哎呀，圈里圈外啊，啊，人在江湖的，我千万可别对不起人，我怕对不起人，老得琢磨这个。那您琢磨过吗？琢磨过呀。您有对不起的人没有？有啊。哦，你也有对不起的人？有。您说说对不起谁？同行啊。对得起同行呢？在一个行业里面，你做的比同行优秀，你这个罪过还小吗？哦，这就叫对了。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。是啊，你想得到德国一修自行车的，嗯，干嘛恨山东一种大葱的？那不挨着，不挨着啊！他只有在一个位置上，为了共同的名誉与利，嗯，他才会有竞争。哦，那么这会儿就看人的良心了。嗯，凑到点了，算了，人比我强就是比我强。哦，心窄的就是我就把你弄起来。哦，把你弄起来，我上不去，我也会很快乐。嚯，哦！所以说，人活一世，第一别害人，第二尽量别让人害。这倒是。所以说，老说有对不起同行，其实话又说回来，这么多年了，不是郭德纲多么的出色，那是同行们的衬托。这话说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就是中国相声界打不死的甄嬛。是啊，嗯，我也习惯，嗯，我也习惯。您这个好多人跟我聊天，说你们这说相声分主流非主流是吗？其实我特别不愿意说这句话。什么叫主流？什么叫非主流？啊，不就说相声吗？嗯，所谓的分也无非是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。哦，分这个，那体制内的那国家专业院团啊，啊，有工资，哦，啊，有奖金。嗯，体制外的民间这些个自己成立的院团演出，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分。但是这里边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哦，分不开。于老师，主流相声演员出身啊，哦，对，对不对？那倒是。打小这就是曲艺团学员班，典型主流。毕业之后又在曲艺团工作，是，就到后来的中年了，到德云社来工作。嗯，你说他是主流，他是非主流？这是说不清楚。人家还得过那个相声大赛的那个奖呢，啊，这个参过赛得。这个。拿过相声大赛一等奖，没错，拿过，这个不丢人啊！这有什么丢人的呀？这多新鲜，可不是不丢人吗？当然不丢人，但是也不露脸啊！怎么不露脸啊？比赛列位记住了啊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怎么解释？文，所谓的文指的就是，比如说艺术类的啊，唱歌了、说相声了、唱戏了、弹琴了，这都算是舞蹈啊。
不会，文文无第一。怎么说？艺术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界定。哦，说就是这个演员好，说就是这个演员不好，这是不科学，是吗？同一个舞台上，张三说一相声卖不头，哦，李四说一相声报菜名，对，肯定有不同的观众喜欢不同的演员啊。你怎么能告诉我这个卖不头的就比那个报菜名的强？哦，我就喜欢报菜名，我就不喜欢你那个卖不头，哦，我就认为他好，那其他观众就认为那个好，你这不抬杠吗？对，所以说文无第一，永远分不出来谁是真正的好，哦，只能是大概齐。嗯，武无第二，体育类的是一定能分出来谁好谁不好，必须分出来吗？在哪儿跑步，我打着到那儿，就是我跑个20秒，哦，哎，于老师呢15天，哦，那我就别参赛去了，我这丢那人干嘛？你是半截晕油的15天，这好，啊，我干嘛去了？比如说我20秒，你30秒，啊，那差10秒，一下就分出来了。对，就是20秒的好啊，啊，就是30秒的第二啊。对呀，啊，很简单。但是艺术类分不清，哦，所以说相声大赛啊，什么唱歌大赛，这就是乐呵乐呵就得了。哦，非不说就是谁好，那是骗人。哦，实话实说，当初也是，我还看过他的奖状呢。啊，我拿过大奖状，于谦什么获得相声大赛一等奖。对呀，啊，奖状拿着钱呗，那给人看，开心着呢。啊啊，哑巴呀！你什么叫别说哑巴了，还得奖了呢？我不是哑巴，你得不了奖。哎啊，就哑巴才得奖呢。当年那年俩说相声的得一等奖啊，那相声评到最后评的不是艺术，评的什么呀？就是你师傅是谁？嗯，你师傅是谁？哦，你是哪个单位？你是哪个院团的？哦，给你一等奖，你能花多少钱？给你。你能花多少钱？好家伙，到最后啪的呀，人脑子出狗脑子了啊！评委们也没办法，那闹啊，给他哑巴啊，这给哑巴了。他那回闹嗓子说不出话来，就给我了，得了这么一个一等奖，那是不露脸。当然了，你要非得把主流相声界和非主流相声界分开了啊，也不是不行啊，那也能分。你比如说啊，主流相声界分3个档次，啊，哪3个档次？第一。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包括著名的可以上大型的晚会，嚯，啊，有大背头，哎呦，穿一制服，嘿，抹小红嘴巴，啊，捯饬的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，嗨，啊，往这一站，嗯，激昂慷慨，催人尿下，哦，尿下。他说的玩意儿，他也不信，你也不信，哦，这俩说相声给人的感觉就是，全世界要没这俩人，所有人都得堕落了。哎呦啊，还有这个状态。嗯，第一个档次艺术家，哎，第二个档次著名相声演员，这个大晚会可能未必上得去，哦，但是很挣钱，钱从哪儿来呀？吃企业家，哦，老板呢？哎，围着企业家转，哦，能吃能喝啊，借个钱呐，啊，就跟着一块儿。怎么？山西哪个煤老板聘闺女？哦，打北京拉一车相声演员，哇，送那儿去了，哎呦，都卸到旁边儿，哎，卸在那儿啊。对煤老板全家无限的赞美，哦，说好词儿。哎呀，这个新娘子长得跟我祖奶奶似的呀，什么词儿？哎，然后那是夸人吗？这煤老板，这给3万，那给5万，真不少发财。这就是属于做外围的相声演员，说相声也有做外围的。每年他们跟三亚有一聚会啊，没我们那个，这不一样啊。啊，第二类，第三类就是普通的相声演员，这个大碗。会没有他啊，吃这些个企业家也很困难哦。那怎么办呢？吃工资，工资，哎，3000-5000的工资，那不多。演出呢，就是以慰问为主，慰问不给钱，也给啊，200块钱，啊，那不多。上台12分钟，这中国相声界内固定的时间啊，12分钟哦，上场就唱，唱什么呀？哎，无论到哪儿去，今天比如说青岛。哦，往这一站，哎，什么青岛啊，青岛啊，我的故乡，这俩不是青岛人啊，那唱就拿这儿当自己家乡，唱完了再说一个笑话啊，鞠躬下台200块钱。哦，这当家乡的唱，明天奔太原啊，太原呐，啊，太原呐，啊，我的家乡，哎呦，200，要赶这儿家乡，哎，保定啊，保定啊，我的家乡，你瞧，哎，那也就是俩字儿的地方，他们唱仨字儿也行，能唱吗？石家庄，石家庄，我的故乡。200，佳木斯，佳木斯，我的故乡。乌鲁木齐呢？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，我的家乡。200，
布宜诺斯艾利斯，对，你看，我运两下，哎，这现想，我跟你说，别去啊，别去，怎么不去？这种演员没有护照，嗨，出不了国。你200块钱，你上哪儿去？最大的乐趣就跟家里拿手机拍鱼缸，干嘛呀？拍完鱼缸发一微博，哦，哇，我在普吉岛潜水，哎，我潜水能看见鱼缸，嗯，很快乐的事情。什么可快乐的？对，主流相声界，啊，哎，还有非主流，非主流相声界也分三个档次。你说说，第一，啊，都是民间艺人呗，哦，弘扬民族文化，振兴相声事业，哦，拿相声当自己生命一样，哦，譬如说有。那有好吧啊，好吧，会越来越多的啊。哦，第二个档次呢，就是普通的民间班社，嗯，旱涝平天，是卖500吃500，卖300吃300，是，哎，多挣多花，少挣少花。嗯，第二个档次，嗯，第三个档次就厉害了，怎么呢？第三个档次的非主流相声演员，嗯，最早是观众。观众听了些日子的揭竿起义啊，起义了，他老买票，觉得不足以平民愤，哎呦嚯，120块钱做一大褂，35块钱来双布鞋，啊，就上了场了，站台上也说相声，哦，艺术风格多样化，都有什么呀？有陈胜吴广，嗯，有李自成，有太平天国，一群土匪吗？这不是最难惹就这帮人，哦，反正是不管是主流也罢，非主流也罢，我很愿意大家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啊。这么多的观众喜欢相声，咱们好好的说，比什么都强。没错，是不是？嗯，当然，同行跟同行之间还是有区别的。哦，好多人老恨郭德纲，郭德纲他们很讨厌，啊，得把郭德纲弄死。哎呦，其实话说回来，真是你把我弄死，你也卖不出票去，是吧？啊，不是说我死了你就好了，那是两个概念啊啊。另外，相声是世上最简单的艺术形式，啊，可是又是最复杂的艺术形式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行无章可循。哎，那我说相声啊，我这儿说，观众您笑了；我把这个交给我儿子，他这么说，观众就不笑了；或者是我让我徒弟来跟我学，他跟我说的一模一样，他也不笑。他很难，他不像其他艺术形式，看京剧，我学马连良先生，我连毛。跟马先生一样才能像马先生，这还不行，你要跟谁一样你就死了，没办法啊。所以说在相声界来讲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淘汰率特别的高啊。有的孩子7、8岁开始来啊，一学学个10年8年的，到最后25、26的还跟他说，孩子你不适合干这行。还有的更惨的，这都没告诉他，知道吗？我就不适合干这行，适合干这行，你不适合干电工。对，我修话筒比较快。而且相声啊，难就难在这儿。我们老说希望雅俗共赏，但这四个字说句良心话，真正的体现在舞台上有很多的麻烦。好多人老是说，哎呀，我希望相声更雅一些，这是一个误区。无与你焉有何花？这分不开，雅与俗是辩证的。哦啊，太雅了，这个东西就不成为艺术了。太俗了，观众也接受不了。并不是说俩人往上一站，然后你也胡说，我也胡说，观众就买票，那不可能的事儿。谁听胡说啊？甚至说，过去我们有这个相声在舞台上说着说着觉得不像话了，别瞎说了，打这么一下，其实是一种技术手段。因为第一，这个扇子是特制的啊，你会觉得大家啪啪。为什么响啊？我们是经过加工的，不疼，它出声音，但是一点都不疼。对，情绪到这儿了，给了一下，很正常啊。有的人说呀，把人很野蛮的。有时候我都想劝你们，要为什么放弃治疗啊？嗨，谁治？你看个电视剧，看个电影，嘟嘟嘟嘟嘟嘟，一打机关枪一死，死一山坡的，也没看你怎么着啊。啊，这打一下你都接受不了了，这玩意儿还得吃药啊，是吧？包括台上，哎呀，你为什么有时候老拿于谦老师开玩笑？列位，上了台这是假的呀！对，你看电视剧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知道是假的；那当一枪打死，你知道是假的；一男一女这窝睡觉，你知道是假的。啊，怎么到我们这儿全是真的呢？是，哦，说两句玩笑话就把你教坏了，你少来这套，你来时就是那个玩意儿。真的，听相声的全是好人。有文化有素质的才能坐这儿听相声。嗯，
我要求是让你快乐。如果说在节目的背后你又能悟出什么来了，我很开心。哎，这段相声讲完之后对我有个启发，里边有个人物，这个人做事不应该，我以后跟他学好，如何如何，这个非常好。但这个不是我强加给你，这是舞台，这不是讲台，说相声都讲课了，还要学校干嘛呀？所以说好多人就愿意跟说相声的去较真去挑剔。哎呀，你看就听完了相声啊，我这个做人的标准都下降了。我心说你在家还看毛片呢，你没法弄。所以有时候也很为难，不容易啊。有人说相声很简单，这俩人站台上一瞎说就完了。您记住了，最难就是我们这行啊。如果说演小品比我们简单一百倍啊，那就容易多了。它是直观感的东西啊。这个人演老太太，那演他什么儿子，两个人台上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布景有服装，对，两个人来演这，你会亲眼看到这一切的呈现，刻画人物。相声没有，全是我一张嘴告诉你时间地点人物故事情节冲突矛盾较量，我还让你笑，是我带着你进入一个幻想这个情景来，你去设想那个楼房什么样，那个人物什么样，这得多的能耐的玩意儿啊！要演小品呢，我们老艺术家了，这真容易。我们来演小品，那还不简单吗？啊！我粘个胡子，我演个祖宗啊，然后我们这边我下班回来，然后咱俩还是说相声挺好，我觉得这辈儿落的还小点儿。不，这那个比那个简单的多，是全靠两人。有人说相声简单，列位，哪怕台上有的时候有一种包袱的技巧叫伦理人，对，就是这样叫儿子，那样叫爸爸，用这个辈分的差异来找一个小玩笑。啊，哪怕这叫声儿子，那答应一声都得学三年。我叫儿子还有啥意思？答应错了，这嘴太宽了。哎呀，于老师，我又吃亏了。啊，刚才我没说明，咱再来啊！叫一声儿子，德国这是我的家，我得想想我哪年来的这儿，没来，就是大，我会承认的，我会承认的。老了，什么就老？这是台上叫儿子，说玩笑话。你得知道人家怎么叫，你才能学会怎么回答。嗯，就很难。儿子，哎，儿子啊，儿子，嗯，这叫什么呀？这是平仄音韵学，并不是说叫个爸爸叫儿子那儿答应就毕业了，就光得答应学三年。你说难不难？我们这行跟别的行业区别在哪儿？别的人都是爬山，一蹬一蹬的往山上爬。嗯，我们这大门在山脚下。嗯啊，打开门之后，屋里边开始开机儿啊，所以门一开，是人不是人，连人带着我就全进来了。啊，好家伙，进来之后就有那个偷懒的，不愿意往上爬。得了，咱们跟这凑合吧，好歹也进了门了。得了，你也是艺术家，我也是艺术家。好了，咱们一块凑合，都想蒙事儿，实际上不容易。嗯，不容易，既要跟观众打交道，又要跟后台的孩子们打名片，你得告诉他相声是怎么学的。嗯，不容易，德云社有自己的相声学校，对，这都在我们这教课。于老师，于老师在我们学校好，啊，所有老师里边，于老师这份你要捧我，如同是天上的星星一样，我就这么亮，哎，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。有我没我都不行，不是啊，没你不行啊，我不行，我也讲课啊，我一讲课还有冲嘴的呢，哦，啊，我一说他不爱听的，你瞧瞧，他一说大伙都瞪着眼，精神集中，怕他说错啊，背着我呢啊，你像什么岳云鹏啊、孔云龙啊、烧饼啊，我儿子郭麒麟呐，这些个都是我们自己学校里边培养出来的。哦，一上课了都爱跟于老师斗。对，他这个人好开玩笑，我喜欢斗。一上去啊，上课，然后该睡觉睡觉，我别打扰你们啊。你看哪老师这样说话？哎，睡觉，睡觉，我别，要不我别说话了。啊，我不出声，别影响你睡觉。行，从这个时候都我儿子站起来，他说吧，啊，你不说话睡不着觉。哎，他听习惯了嘛，他好跟孩子们斗。嗯，不睡咱们就上课啊。那讲讲吧，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相声历史。好，水有源，树有根啊。相声哪年有的呀？啊，这是一个鸡生蛋，蛋生鸡的故事。
这上纲上线。郭麒麟又站起来了，那您说吧，世上新有的机器要干呢，就是抬杠。小孩开玩笑啊，也是于老，怎么着？世界上先有的鸡啊，我回答上来了。我儿子问他了啊，那您说说世界上第一只鸡是怎么来的？告诉他，于老师仰天长笑，哎，生活活泼。这么难的一个题让我给回答了，我就告诉这个呀，我不容易啊，那是不容易。而且哪节课都得用于老师，我都给他们讲。我举例子啊，这节课是相声历史。哦，下课，孩子们再上课，体育课，啊，那是练。这30多学生操场站好了，干嘛？准备跑步。我都摆上姿势。跑步是锻炼肺活量。对啊，跟着等着啊，这儿喊孙老师，孙老师。孙老师叫孙悦，那孙悦教体育，德云社的大胖啊，比这桌子还宽，这么胖。我师弟啊，大胖哦。来那年我就问他了，你多少斤啊？我260斤。嚯！后来我知道上当了，怎么呢？秤就到260斤了，哎，都打到头了那。孙胖子那裤衩脱下来放那儿，他要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嘛用的。好家伙！啊，你不像于老师那个两根线啊，别提这个。大款式不一样，大胖子啊，孙胖子坐飞机得买2张票，嚯，两张都得靠窗户。哦，那就堵车似的给人。好，那天坐地下一个油印儿。那简直大胖啊，教体育。哎呦，你们又多恨他呀。孩子们都站好了，准备跑步。哦，这儿请孙老师。他来了，俩学生把孙老师从办公室里架出来了，都得架着出来。操场上有红木的圈椅，那椅子大，孙老师往后一仰啊，俩学生往这里塞肉。哎呦，孙老师一边挂着办事儿，真过来了。把人塞进去啊，脖子这挂着一个哨，这哨干嘛用？他一吹哨啊，孩子们好跑，好听这声，拿着哨，哎，先喘，飞吧，有这三口气都吹完了，死了，至于不至于？孩子们跑了啊，这俩学生不能动，干嘛呀？请。我来干什么？代课，带着跑，替胖子跟孩子跑。哎呦，这儿打办公室，赶紧出来啊！啊，到胖子那儿先鞠躬。我得先把白事儿办了。一转身，于老师像脱缰的野狗一样，野狗一样啊！我在咬着谁？我野马一样，野马狗一样。怎么非得狗跟着？好啊，孩子们在抢救孙胖子。好，这才实话实说啊，不容易。这岁数40多啊，小孩比郭麒麟他们17、18、20拉当岁数，那算什么呀？啊，跑完了3分钟，停步，喘匀，对，进教室，于老师再进教室，哎，哎呀，岁数不饶人，哎，喘，这口气儿，孩子还等着，怎么也回去，就让这口气往下走，啊。气是可以往下走的，当然是可以往下走。气儿就是如同生命一样，怎么像生命？上边捂着嘴出不去啊，气也琢磨下去吧啊，这是气儿琢磨的吗？这下去找看哪有亮光啊？哪有亮光？哎，前面好像有亮光啊，是吗？呼哨呼哨的，那就没听说过。哎。哎，趁着有亮光出来吧。啊，啪，蹭了蹭了吧，起蹭起，蹭蹭蹭了吧，起蹭起，蹭蹭了吧，起蹭起，蹭蹭蹭了吧，起蹭起，起蹭起，嘟啪，我放出一秧歌队来了。顺着身体的中后偏下部啊，排出一股子烟来，是烟吗？整个教室里，半拉教室浓烟笼罩，没听说，看不见于老师啊。郭麒麟吓坏了啊，村长老师。
20分钟啊，谦儿哥打云雾里，我一直在屁里照着呢。我喜欢被烟雾笼罩的感觉。我改合格物了啊！当然汗也害怕，这搁谁受？失到尊严啊，也难受，不体面。可这个岁数，他憋不住。那是后来想有没有办法能堵上点儿？这堵上，来个葡萄拧上的是吧？行吗？问题是葡萄它容易碎啊，那玩意儿还脏裤衩呢。哎，而且这对您来说，他那葡萄完事还两半儿，怎么呢？你这丢子兔啊！别提这个。切开了也是事儿，这没听说过。来个枣，枣啊，行吗？枣问题是有核啊，发什么呢？生根发芽怎么办？这干嘛搁那么长时间？来个酒枣，泡过的，要上头呢。碰茶酒架说不清楚啊，至于不至于？来个藕，藕行，藕很好啊，大小适中。问题是藕它带眼儿，这您明白了，容易放醉啊，这挺好，一地改花洒了。哎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冬瓜，冬瓜稍微大了一点儿，甭稍微了，就是大了。榴莲，咱们还是商量商量冬瓜吧，好吗？这受不了。我有一朋友啊，开打靶场的，干嘛呀？有用完了那个作废的子弹头，有用吗？给了于老师一个，啊，子弹头黄铜的，哦，这么大，一头圆一头尖，是，哎，也很上品的东西。这有什么上品？黄铜的，是，谦儿哥托在手里，嗯，啊，哎，这别扔了。哎，你们那儿不是还有炮弹吗？哎，用不着，用不着，就这挺好，知道吗？哎，啊，这么大 啊，找一个大师给开个光，用得上开光吗？这大师给我开光，念念啊，还念，怎么用？大师都不明白，这是啊，哎，嚯，现演示了这。大师点点头，能念吗？嗯啊，能念。怎么念？福禄平安，福禄平安。废话，这用他念吧，这个福禄平安。上头打眼儿干嘛呀？拴根绳子啊，脖子上一挂，挂脖子上。哎，平时没事挂脖子上啊，用的时候拿起来。啊，在上课举手头。也没有这么精神，这个啊，没事儿，我抽了烟了，是很开心，很开心啊。当然了，你不能老带着，是，哎，下了课了或者差不多呢，嗯，也得让他见见天日。嗨，不用那么文静，上哪儿去把它拿出来呢？啊，教室里都是孩子，该让人看的。办公室里边还有老师，人也不少。最好的地方就是学校的公共厕所，上厕所就可以。哎，一望两望没人啊，于老师，你分厕所。好，哦，我上厕所唱戏去了吗？哎，行，我在尿坑里头一会儿。厕所没人，那没人，闻闻心神。我好这口啊，是怎么着？我这是闻心神的吗？这？不是精神啊！我到那儿过瘾去了。干嘛呢？这是40分钟啊！啊，厕所都没味儿了。那是，我都中毒了，脸都黑了。好家伙，确实厕所没人，没人就赶紧。我再到旁边男厕所看看。哎，嚯！别厕所那儿落了呢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不用这么细致。这是到了男厕所了啊，
闻闻有没有生人味儿。哪儿有生人，就是生屎味儿了。整个人跟一针，哎，比扎了针都管用啊！开心的啊啊！解裤子，啊，找这绳子头，还甩一头出来。别甩了，甩什么？天真的啊！这是甩出上面的血。好家伙，这大师白面了。很平安，还走什么平安？能蹬出来就平安，那是照平安啊！墙上有一钉子啊，挂东西。叫别上了，不是怎么搬你东西？哎，拿手一摸啊，啊，兜里有一包面巾纸。哦，你就来了，方便一下吧？也行，解裤子蹲这儿方便。哎，哎，方便完了，把这拿出来一撕，哦，擦吧。小面包啊，我这手感也太差点了。你就这小面包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吃了，我就在。做思考状，这看吃就吃，思考什么？非得等人来，可不是吗？谁上厕所找着钥匙？啊，二十分钟，嗯，孙胖子来了，嚯，他反省过来了，嗯，大胖，啊，大胖一进厕所愣了，哦，转看于谦蹲在那儿剔牙，呵，恶心不恶心的？我还剔牙。这一面包不够塞的吧？孙胖都傻了啊！没见过在那儿剔牙的。看什么看？啊，你来晚了。啊！啊，我都给吃了。好，胖子愣了，都给吃了啊！哦，就别嚷了，你倒说清楚，什么都给吃了啊，胖子啊！有点纸，这正事儿，没带纸啊。嗯，孙胖掏纸给于老师，给吧。哎，胖子自己这儿先把脖子这上摘，干嘛？挂。这是就一个钉子，就挂那钉子上。哎，胖子这上跟您那子弹头打一块儿，都挂那儿了。孙胖子解裤子。蹲下方便，干这来的这儿蹲下，嗯，擦，什么样？擦，行了，好，他还提速了，俩人挨着蹲着呀，啊，于老师支棱耳一听，哎，这。我这都是坑，我还一个腿这么站。嗯，大气啊！什么个大气？一听啊，哭嚓哭嚓啊！于老师就勾起食欲。这没听说，我听过能勾起食欲来吗？想起来小时候，嗯，最爱吃的一样东西什么呀？芝麻酱或红糖。呵，那么恶心！哎呀，还听着。小伙子用着一会儿我就买买去了，买芝麻酱或红糖。嗯，站起来系着裤子往外就走。走吧，出去又回来了。怎么呢？忘擦屁股。这汗太忙了，擦完了屁股。嗯，怎么着？我那小子弹头还在那晃。别把这忘了，这要拿出来弄上，孙胖看着笑。别让他看，拿身子挡着孙胖。哦，伸手摘着绳头，嚯，摘，就把这哨摘下来。对，后挂的就先摘下来。孙胖这哨定制，哦，纯铁的，哎，十二斤，没听说，十二斤的哨，大铁哨啊！于老拿过来，挡着胖，哎呦，往上，你想子弹头这么大。嗯，一圈还有尖儿，往常，来这，哎，哎，我这一下塞尖针了，给我，就走了。今天不一样啊，是呢，大铁哨，
行了，您就不明白了。说您这事儿，男人就要对自个儿狠一点，知道吗？好家伙，十二斤大铁灶，我这负着重呢，那可不，这些苍蝇都到扁条线了。没听说，至于这么长吗？这事儿，慢慢磨合呗。这叫什么磨合呀？好家伙，我都快过地了，跟上刑场似的。出去了，嗯，孙胖子不知道啊，啊，方便完了，系好了裤子，嗯，一伸手把这子弹摘了，啊，好，哎呀，嚯，还不如我这个呢，学生们都等着呢，啊，啊，这节课于老师的课，啊，门一开，啊，于老师昂首挺胸，接着来了，我这是昂首挺胸吗？心里的状态是昂首挺胸，是还没磨合好呢啊！同学们好，哎、老师好，人家来了。嗯，于老师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想起什么来？这节课一下课，我可以去买芝麻酱或红糖。好，还没放，心情愉快啊！人一下就放松，放松好，一放松就全松，什么叫全松？这股子气儿可就没憋住哦，打后边咚。孩子们都傻了啊！我儿子站起来了，我实在跑不动了。是让你跑步，怎么又是体育课呀、啊？谁说是体育课？脸红了，那是讨厌啊！我心里，这节课课间休息都出去玩，你不许动。好、哦，你也不许上厕所，就罚罚你做卫生。嚯、哦！下课大伙都出去了、啊，教室里就剩我儿子一个人，留他，擦桌扫地都没事，恨他。啊！你不让我上厕所，打刚才就想去厕所。嗯，不让去不去吧。嗯，不让去哪儿都是厕所。这叫什么话？讲桌后边有老师一把椅子，那是我讲课坐的。于老师的，郭麒麟上这椅子，裤衩，哎呦，这搞了一坨便便。啊嗨！说在那儿了，小孩淘气啊，拿笔写了个条，写的是仨字儿，我拉的，这多大胆子，这孩子放桌子上啊，转身出去了。一会儿功夫，于老师回来了啊，很开心，开心，芝麻酱火红糖，哎呀，终于吃上了，啥的，嗯，芝麻酱火红糖，那、啊、谁说的？哇，哎，明白了。一看桌完一条，我拉的，就知道是孩子们淘气。对，等着吧。啊，门一开，啊，岳云鹏进来了。小岳，老师好。这仨字念什么呀？啊、我拉的。我一好，这就打呀！站着这，罚站。站这儿。啊，又一开门，又打外边。孔云龙进来了，你们的小三儿。啊？怎么了？挨罚了？啊，好。老师好。念什么呀？不是，挨罚了吧？我拉的。哎呀，这也没逃了。这屋三十来个学生，啊，每人挨着一打，哦，全跟那儿站着。那是。到最后，郭麒麟进来，就是他。辛苦大家，辛苦，受累了，辛苦啊，都受累了。老师好。嗯。念什么呀？嗯。不认识，不认识。你怎么能不认识呢？什么呀？我拉的。哦。满屋的人都疯了。啊！你拉，你打我们。怎么那么乱？孩子们憋着打老师啊，千钧一发，操场上乱了。怎么了？快来人呐！啊，孙老师中枪了，中枪了，全出去了啊！你瞧瞧，到操场一看，孙胖躺地躺着啊，嘴里含着个子弹，哎，脸都黑了，哎，那也是熏的。这个孩子们还捧呢，念过怎么？准是子弹过来，张嘴叼住了啊，叼住了。哪那么大的教室里边就剩下于老师和郭麒麟，我们俩没去，爷儿俩对着脸站着，算分账。于老师急了啊，郭麒麟今天跟你没完，说的说的，我非打着你。对了，孩子说为什么呀？啊，为什么啊？这是什么？我说出来，芝麻酱或红糖。哼哼，你这孩子嘴真硬啊！啊，芝麻酱或红糖，嗯，我让你心